Hello， 我是 Cheryl， 今天又来买菜啦。上次看完我的视频，有没有一丢丢收获呢？金针菇两个，两块8毛吧，要一个。这个跟蛋弄在一起，拿来做蛋饼，很好吃哦。9毛8一磅的意大利瓜，这玩意儿国内是不是叫西葫芦呀？我一直对不上号，因为我只吃过西葫芦饺子，后来才知道是一回事儿。菠菜1块2毛8一磅，也要一袋吧。菠菜对身体好，还有好多呢，这里。油菜1块2毛8一磅，也要一点。绿叶菜呢，我每顿必吃，一顿不吃我就难受啊。2块3毛9一磅的豆仔，这个可以做榄菜肉碎四季豆，没有肉碎的话就直接榄菜肉碎，很简单的哟，烫熟它，然后一炒就 OK 了。这个甜醋要40刀，哇，这个是拿来做猪脚姜的耶，不过我不会做。2瓶3块钱的酱油，家里酱油用的特别费，也来2瓶吧。具体啥牌子其实我不是特别在意，大家在意酱油是什么牌子的吗？欢迎评论哦。咸玫瑰露酒，这个我第一次见呢，为什么它是咸又是玫瑰露呀？拿来干嘛的？炒菜吗？1块8毛8一磅的水果萝卜，也叫青萝卜，可以跟红萝卜一起煲汤。那边还有散装的，但都不太新鲜了，所以我就买的是包装的。猪颈骨跟猪脊骨呢，都可以拿来煲汤。我买的是猪颈骨，因为肉会多一点点。那这个拿来跟刚刚那个萝卜一起煲，跟他说要多少块，阿叔就会帮忙切。这里只要4块6毛1，非常的划算哦。早餐区虾饺7块9毛9，它有虾饺烧麦一起的，但我只喜欢吃虾饺，我觉得这个烧麦一般般。还有这种糯米烧麦3块9毛9，白玉兰的也要一袋，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股塑料味。台包2块8毛9一个，那这个呢是那种软软的，特别好吃。还有牛肉丸，它这里面有3种口味，4块9毛9一包，是牛筋丸、牛肉丸跟猪肉丸。12块9毛8在做特价的蘑菇炒牛肉，但这次呢给了我好多蘑菇啊。看看再来个啥呢，再来一个炒牛河吧。我很喜欢吃炒牛河里面的豆芽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每次感觉都是在吃菜而不是在吃粉。烧腊区这边呢有放鸡腿，我喜欢这种烤鸡腿，是8块9毛83只。带子6块5毛8一袋，这个呢可以拿来跟甜椒虾仁一起炒，超级无敌好吃。维他奶这里写的是6块9毛9，但实际上它在做特价是3块9毛9，所以我就来一排这个，再来一排菊花茶吧，也写在这儿呢。手抓饼2块9毛8做特价中，也来一个，这个可以跟蛋一起做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手抓饼，再放点肉松。2个7块9毛9的鱼豆腐，我要一个方形的，要一个小鱼的吧，虽然是不同样子，但其实味道一模一样的。3块9毛8的日本铜锣烧，买一个尝一下，要一个绿茶红豆味的。不知道为啥手机里找不到小票的那个视频了，应该是110块钱左右。那现在来的是沃尔玛，一进门都是水呀。然后再买一只这个烤鸡，8块8毛7，肯定没有 Costco 的划算，但我没有去 Costco 嘛。然后再买一个3块2毛7的 coconut water 椰子水，它跟椰奶就是那种椰树牌椰汁还是很大差别的。那还有这种小罐的，但它有粒粒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喜欢里面完全没有粒粒的。再买一点茶吧，这个是野雏菊，叫 chamomile tea。我每次都喜欢喝这个，我觉得它很减压，但是它2个8块钱 chamomile 全部被卖完了。还有 Tim Hortons 的热巧克力，小瓶装的5块4毛7，有一个巨大瓶的，虽然划算，但是那个太大了，1.5公斤呢。家里的 emergency 就是维他命也没有了，这个2个22块钱，我来一个吧。每一次有一点点感冒症状的时候，我都会喝它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啊！下期见，拜拜。